感的音乐，吸睛的表演，专长花式篮球的蒋凯琪总能吸引到大批民众的目光。是什么原因让他加入街头艺人这个行业呢？原本我就是在做演出的，对，那只是说因为我完全没有任何的就是跟关系还有人脉，所以我就想说从街头表演开始会是最直接，而且就是跟观众是最零距离的演出这样子。对，然后我做街头表演已经有今年第十年。街头艺人时常要一个人布置和收拾表演的场地，也要配合天气工作，加上打赏文化似乎在台湾并没有那么盛行，虽然观众很多，但愿意上前打赏的人其实只占少数，因此街头艺人这份工作的收入不是很稳定。街头艺人虽然有很多辛酸之处，必须看天吃饭，工作时间也与一般人不同，尽管如此，他们依然热爱表演，享受着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的自己，努力坚持他们的梦想。虽然当大家刚刚看到的最后一个画面只有几秒钟，可是却是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去练习，去坚持下来。虽然过程中当然一定会有很多的挫败，或者是很容易受伤，不过我都坚持下来，因为我喜欢这样子的自己。所以在这边我也想祝福在座的各位朋友们，我们都可以一起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谢谢你们。记者陈怡如台北采访报道。